公分是24.20，这样呢他是排在第二位，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张可欣，他们的分差只有一分。好，这是最后出场的东道主选手，来自长春的李子君已经获得了表演自由滑的一枚金牌。东道主选手李子君，啊，今天君君的表现真是非常的不错，非常棒。那么在前面这个选手，哇，一看见真是东道主哈，这么多粉丝都来给这个君君加油。那么今天在这个前面选手都完成的非常好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李子君顶住这种压力，那么也是拿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一套节目来回馈我们这个吉林省家乡的父老，非常不错，非常优秀的这个小运动员。那么今天君君的这个整套技术动作上完成的也是非常出色，那他用这个飞利浦三周，连 toe loop 两周，那还做了一个单跳的 lats 三周，那完成的质量上也都非常的不错，在旋转上以及君君的这个整他的这种特点就是他滑行非常流畅，你在看他滑冰的时候你不紧张，觉得很轻松，
非常这个好像有的时候都忘记了，他是在比赛，好像就是在做一套表演节目一样，在给大家表演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孩子的本身的一个特点，他很松弛，能够这个完全在这种状态下把他的这种竞技水平完全的发挥出来。大家可以注意看他这次短节目的服装，他的这套衣服呀也是制作特别的精美啊，非常漂亮。那么这名选手呢，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他就像冰上的精灵一样，他的音乐滑行很流畅很轻盈的，所以整个的表演质量让你觉得他的整个动作给大家感觉是特别赏心悦目。对，君君这名小运动员啊，他的这个我们经常这个就是对他这个比赛真的我们就是特别开心，而且呢这个我们也经常逗他说，这个君君你太厉害了，有时候甚至平时不会做的动作一到比赛场上他都会，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他的一种天赋啊，这个比赛型的运动员。好，我们来看技术分32.72，非常高。节目得分27.84，总分60.56分，也就是说以绝对的优势获得第一名。东道主的李子君拿到了女单项目的第2块金牌，恭喜恭喜君君。